完了，好看。今天来到宽霸烧烤，那这边在 Google 上面评价五颗星，非常棒。它是从下午5点开到11点半，住在头份这边的也可以用 Uber Eats 点到这些非常好吃的烧烤。好香，最大众的豆干。没有屁股的骚味，满满的荷尔蒙，就是小朋友不要吃太多，吃太多荷尔蒙发育太旺盛，对小朋友不好，大人吃就好，配啤酒吃刚刚好。那这个豆干，我觉得烤得很大，不会太干。它的酱很好吃。你豆干达人呢？怎么样？豆干达人啊？觉得豆干怎么样？好吃，豆干真的好吃。豆干达人为什么要说豆干达人？他热爱豆干，从小就爱豆干，只要有豆干，他就可以扒一碗饭。他这个百叶豆腐也，它没有像一般的那种外面，就是切小块，然后哦一整片，直接整片给你，感觉就是一看就非常大气。这样很爽哎。对，然后刚刚有听说到这是它五香嘛，五香。他是说豆干吧？他是豆干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搞错。不过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的。这豆干很好吃。有五香的味道吗？会香。有。他有选过的，老板娘说这个豆干有选过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的就是本身豆干就好吃，就真的有选过的。所以他不是用便宜的食材。对哈。完了，好看。那这边的话就来试一下这个鸡翅的部分，也是一样拉直，感觉就非常大气，闻起来当然也是非常香，不用讲，碳香味非常十足，皮烤很脆，皮烤非常脆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吃这种东西哦，旁边这种软骨的部分就是不能放过，放在这种那边最好吃了。好，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大肠，这个大肠吗？对，大肠。哦，香哎，超香！来，大肠好吃吗？好吃，超好吃。怎样好吃？脆，对，然后很有嚼劲，有烤到很酥，就是很酥脆。哦，我这真的很好吃哎！可以喂我吃一个吗？哇，他们招牌刚刚上了。鲸鱼的鲸鱼部分的一夜干，啊，烤得非常漂亮。有些一夜干部分去外面买，它是把头剁掉的。那是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应该说外国人他们不喜欢吃头。你看像日本，你看日本餐厅，他们一夜干很少会有。对，比较少。那我们台湾人就是比较，我们爱吃头的，就是用到淋漓尽致。而且眼睛一定要吃。没错，头的部分其实也蛮好吃，也是。蛮多肉的部分，那就不要浪费，好吃。我们就来试试看它的招牌，很棒。没有烤到过干呐、啊，有些一夜干部分可能烤太过干就不好吃，就是它连这边都会扁掉，水分都跑出来。那这边还是蛮厚的，对，很棒。鲸鱼本身呢就是一个不错的，多吃好不好？小朋友爱吃，小朋友多吃 OK。不要加太咸掉。咬，整个放进去了。它比较硬。小鱼好吃吗？
好吃吗？很烫。好烫。小鱼好吃？好吃吗？小鱼。好吃吗？可以可以，调味不错，闻起来调味很香。不会有那种很重羊烧味，虽然我不讨厌羊烧味啦。好，耶、yeah ！谢谢。吃一口。金块小鱼，你的菜，是你的金块。哦。肉很扎实，有一点羊烧味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我蛮喜欢吃羊的。对啊。孜然粉打得恰到好处。有点让我想到之前在西安，去那回民一条街吃那个羊肉串的感觉，蛮猛的，真的蛮猛的，可以哦。这百叶超可以，很软，一点都不干。我很怕吃到那种超干的百叶，它这超不干哎，它里面超 Q 的，恰到好处。烤工很厉害的老板才烤得出来的，这一般人应该烤不出来，我觉得。非常的经济实惠，对，然后真的不愧是 Google 上面的星啊。那这个时间开到11:30，也是非常适合大家下班之后，比如说像今天礼拜五这个时间，好，大家下班，明天放假，结果就来这边吃一下，小酌两杯，位置有点少，那就是要可能要早点了。那还有一个，它因为在巷弄里面，所以你停车的话，尽量要靠边停，或是可能要停远一点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对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来吃哦。有冷气哦，有冷气哦，耶、yeah。